天要来现场帮 B 的签唱会来好好的加油打气一下，所以我们请全场的大家一起欢迎谁？欢迎 Miu 朱丽静。女神驾到！来，师兄好，大家好。好哇 ，Miu， 这个师兄的专辑发行之后啊，成绩越来越好，要不要给师兄祝福一下？非常厉害，非常非常恭喜大师兄毕书尽的专辑，然后也很开心今天看到现场这么多的人，我们大家要继续爱毕书尽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为了要让大家更爱毕书尽，今天带来两个法宝，哎，礼物哦，来，我先帮你拿一下，介绍一下好了，来，首先第一样，今天带来了两个人，第一个人是谁？蜘蛛人，哦，蜘蛛人 ，Spider-Man， 你要借我哪一只手？哎呦，哪一只手比较方便？右手哈，右手。那这哇，朱丽静怎么那个给心那么多啊？他说戴上这个 Spider-Man 蜘蛛人哦，这个是蜘蛛人的发射器啦，就是啾啾会射出去哦，哇塞，哇，哎，这个玩这个东西也太幼稚了吧，朱丽静。不会，你知道这是武器来着，因为你刚刚发射啦，哦，有水有水，为什么要当蜘蛛人？因为我们要像蜘蛛人一样有蜘蛛网，要紧紧的网罗住所有 BF 的心哦，是会射喷水。好，所以还有这个 Spider-Man 的这个，好 ，OK， 所以呢，发射器准备要这个紧紧缠绕每一位歌迷的心，还有什么？然后接下来这个是钢铁人的钢铁人，因为最近不是大家都很那个嘛，男生身材很好，都会有一些线，然后对，希望说。大师兄，我们可以更努力，在下一张专辑的时候，可以让大家看到人鱼线，像钢铁人一样的哇！哇，朱丽静真的很棒哦，像出席蛋一样哦，一身上来就两种愿望同时满足，太棒了。OK， 所以我们让 Miu 跟这个B 呢，先带着礼物先拍个照，好不好？先帮你们保管一下麦克风。